84000法门都要持戒，都要修定，开智慧，明心见性才能成就。我们想想，我们走这个路子行吗？理论一点都不错，我们这烦恼能放下吗？断不了啊，真想断啊，他就断不了啊。什么原因？无量劫来养成的习气啊，不知不觉他就现行。凭我们自己本事修戒定慧，断烦恼，明心见性，84000法门摆在我面前，这叫通途的，都要遵守这个原则的。我们衡量一下自己，真不行啊！所以我们感恩阿弥陀佛，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，他太慈悲了。他想这个方法好极了，这个方法是不断烦恼，往生到极乐世界。生到极乐世界，虽然有同居土，有方便土。所谓同居方便，三杯九品，是随顺我们世间人分别执着而说的。到极乐世界去，到那边之后，你就完全明了，那边是个平等世界，全是十宝图。就十宝图是真的。方便有余图跟凡圣同居图是有名无实。不是真的，这就太殊胜了。那个地方，今天我们讲生活环境，最理想的生活环境，修学环境。阿弥陀佛不单自己在讲堂天天讲经说法没中断过，佛戒引一切众生往生，化身去的。十方世界有多少人往生，他就现多少个变化身。每一个身去接引一个人，他化身去的。借到极乐世界，这个往生的人，在莲花里面，他就发生变化了。莲花里面，那是阿弥陀佛48愿无量劫修行的功德成就的莲花了。但是我们众生要念佛，不念佛莲花就不现前，我们念佛莲花就现前，而且莲花上有自己的名字，绝对不会错的。往生的时候，佛拿这个莲花来接引，我们坐在莲花里面，莲花合起来了。佛把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，放在七宝池中。花一打开，我们整个产生变化了。
这个阿赖耶变的身体啊，完全丢掉了。我们的身是阿赖耶的相分，我们起心动念这个心是阿赖耶的见分，全都转变了。转八识成四智啊！啊，身呢是法性身，就是唯心所性，没有唯识的，唯识所变，极乐世界没有，极乐世界通通是唯心所性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所谓的同居土，所谓的方便土，全是什么土？啊，我们了解这段事情，对阿弥陀佛不能不感恩呐。对他的感恩呢，我们没有别的方法，只有礼拜呀，只有念佛。啊，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真正报佛恩。佛没有念头，就希望你赶快来。我们说这些话，都是不得已，都是方便说，不是真的。要是真的，佛希望我们赶快去，佛起心动念了，起心动念他就堕落了。他没有起心动念，但是他所有一切设施确实是戒引设方一切念佛众生。啊，用我们的心态来说，他是盼望着我们赶快去啊！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，啊！但是他那个盼望是没有起心动念，是从真心里头显的。起心动念是妄心，起心动念就叫做阿赖耶，啊，就变了，啊！所以我们对于经文世尊给我们介绍的，身心不一，啊，这个不是设法界诸佛菩萨了，这个设法界里头的境界不是的，啊，设法界里面的人，这些众生无法想象，他想不到。他也说不出，啊，这个信心能建立，我们跟净土的缘就深了，这一生决定往生。啊，我们要坚定信心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遇到一些有学科学的，或者学其他的这个法门，他要跟你辩论，啊，他说你这个完全着相了，你是迷信，啊，跟其他宗教讲天堂，这有什么两样啊？啊，跟诸位说大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啊，天堂还是阿赖耶变现。啊，这个法门就是坐在莲花这段时间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在这段时间转八识成四智，啊，这是真正不可思议，啊，这一桩事情佛说得很好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，彻底了解诸佛如来，他们了解，等觉以下都不行。啊，那么既然诸佛都了解了，为什么诸佛不像
阿弥陀佛一样的发心。为什么还赞叹阿弥陀第一？为什么自己不发心？这是我们的妄想，这是我们的分别之处。实际情形什么呢？实际情形，每一尊佛都是阿弥陀佛。佛化身在常寂光啊，光光相融啊，你分不出了。你成佛，契入常寂光了，跟所有的佛融成一片了。啊，身分不出来，心也分不出来。啊，乃至于智慧、德行、相好，通通都变成常寂光。常寂光无处不在。所以佛没有一样不知道，我们起心动念自己不知道，佛知道。啊，我们身体也在常寂光里头，没有离开。这个里的东西真的是太深了，太妙了，微妙到极处啊。啊，佛用的这一句话不可思议，叫不可思，就无法想象。议是议论，就是说明，说不出来。怎么跟你讲，你也没办法听懂。啊，所以只要你信，你信你就有福了。这个跟信仰其他宗教完全不相同。千万不能扯在一起，这是佛法的最高的法门，啊，无上法门，真能够普度一切众生。真正相信的人，了不起的人，啊，大乘经上说过很多次，啊，届时过去生中。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现在你遇到，你是得到无量诸佛如来的加持，你才能相信。可见他的心不容易啊。